too. Happy birthday. Thank you.41岁的陈法拉近年冲出香港进军荷里活，他参演的2021 Marvel 电影《上戏与十环帮传奇》成为首位参演 Marvel 电影的香港女演员。日前他就正式进驻内地社交平台抖音，仲上载了一段素颜出镜在内地打边炉的片，不过竟然有不少的网民不太相信片中就是陈法拉本人，觉得他不会玩抖音。有网民表示，仲以为是陈法拉，太似了，甚至有人认错佢是朱晨丽添。